明報報導，最新一份疫苗安全監察報告顯示，衛生署上個月共接獲711宗有關打疫苗嘅異常事件報告，並再多7人打咗疫苗之後死亡。上個月接獲21宗打針後懷疑心肌炎同心包炎個案，其中1宗被認為唔屬於心肌炎同心包炎，7宗需要更多資料評估。餘下13宗涉及11男2女，年齡12到35歲，全部都曾經接種復必泰。星島日報報導，新巴城巴同佢母公司匯達交通宣布招聘超過300個全職車長，時薪125元，月入可以達到25000元，同時接受兼職車長嘅申請。匯達交通就話歡迎社會上各行各業人士加入，即使未有巴士駕駛執照或路面經驗較淺嘅人，會為應徵者提供事業發展同培訓等等。